世间情为何物。你爱一个人，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起，可是你真的是很爱他。这就是年少的爱情，你知道吗？暗恋是可以允许的，你怎么可能为他放弃你的爱情？他就是你的爱情啊！这叫蘑菇屋，音乐不停。就算你结婚，我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。